资的扫地机没有人认领。白绿色的扫地机器人偷偷跑到马路上自行放风了，路过民众发现扫地机器人乱跑乱窜，第一时间拍照传给当地里长，要里长通知主人来失物招领。扫地机器人真的好认真，自己的家扫完，连外面柏油路也一起扫，维护社区安全，不分是不是嘎迪耶，任劳任怨，让附近住户爆笑。这台扫地机器人工作态度100分。隔壁的，那就是他的那个门缝，很小了，然后他就是一开始叮当的时候，他就噪音很大，然后就跑出来，跑很久了啦，然后看到刚好跟着那个女生又跟着一直走。扫地机器人暂时还住在别人家，主人到现在还没现身，怀疑可能是从门缝中偷偷溜出来。一般我所知道会跑出去的话，除非说他刚好门没有关，刚好是打开的，那他可能也不知道，因为他毕竟他是用感应器的部分，那前面没有东西阻挡，他就跑出去了。这台扫地机器人是大陆品牌产品，在台湾各大电子门市或是网络购物都能买得到，但专家说所有扫地机器人都有可能发生类似情形，但要在柏油路上看到扫地机器人身影，网友说这可是百年奇景，下次要用记得大门关好，才不会让他啪啪照。记者赖冠璋台南报道。